Hello， 艾荣安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给大家看一看，这是饼干，这是在旧金山的同学，他们在这个疫情，就是居家隔离令的期间，有那个食物银行，食物银行可以免费的去领取，米呀、面呀、油啊、肉啊。还有这种饼干，然后我去访问他，他就给我了3包这种饼干，让我尝一尝这食物银行的荣誉。现在有人说，就是美国有些人会饥饿，实际上是。有很多地方是有食物银行的，大家排着队去领就行了。米面油，什么都会有。而且是很多东西不用买。除到食物银行里，就会像中国的食品。可以到中国的超市去买一部分。之前我在那个旧金山湾区啊，Newark 那个图书馆，我是有时间的话就会去图书馆看书啊，学习一下。还有在非盟的图书馆，它都有那种，都有那种食品，就是包起来有米呀。有那个挂面呢，有水果啊，有牛奶呀，各种东西，就是有需要的家庭，可以自己，看完书可以拿一个东西，拿一包。在 Newark 那边还有那种，就是给学生提供那种吃的午餐，午餐时间，也不叫午餐吧，叫下午餐。下午餐就是学生在，2点多，下学以后，美国下学比较早啊，在2点多到3点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固定的有一个车，有一个白人的男子是大概有50-60岁，他在发放，有牛奶，有那个有时候是汉堡，有什么就是大家写一个名字。就可以去领一份那种学生的餐，所以就是说，美国的福利这方面还是有社会的最低保障。你像那个流浪者，在洛杉矶那边那个 homeless，就是很多在洛杉矶的市区，他到一定时间的话，有些教会会发放食物，还有一些就是。教会的人吧，教会的人他会，到你像那个圣诞节呀、感恩节呀、复活节呀，到那个节日的时候，或者是到冬天冷的时候，元旦呀，那个时候，就会组织教会啊，教会那个有那个捐赠的东西，准备的有衣服、有吃的、有食物搭配。然后就是说，如果是教会在，教会兄弟姊妹如果想领的话，也可以领，有一大箱装好，到时候就可以搬出去。在 Newark 那个基督教长老会那里面，它也是供应那个，就是礼拜之后到9点到10点，然后10点半到11点有，然后它这10点结束以后就有那种。吃的可以吃蛋糕呀、点心呐、葡萄呀、香蕉呀、水果啊，有时候也有那种热食。然后他到星期六的时候，早上有那个男人的早餐，men's breakfast，就可以大家可以都是男性参加嘛，大家可以一起去，做早餐，一起去看电视的讲道、布道，
然后一起讨论，围在一起，哎，一起分享那种热食，然后有牛奶啊，有咖啡啊，有面包啊，有那个热的东西可以去吃。还有就是说，大家其实上做那种，来美国的人，很多人，就是基层的人，就普通人呢，咱不说呢，官二代、富二代啊，普通人的话都会，有很多人都做过餐馆，做过餐馆的话都洗过盘子，然后，而且就是说，刚来租房子的时候都在街上捡过东西，捡过家具呀，捡过，沙发呀，捡过凳子呀，捡过。什么东西？所以大家都认为是，刚来时候都觉得不好意思啊，但是来的时间长了，就是说，你现在可以捡，它是一种绿色的循环利用啊，那东西上面都写可以用，写个 free 免费的，就是还可以用。有时候它会有打印机啊，有电视机啊，你到洛杉矶啊，到纽约啊，到旧金山那边。都会，湾区那边都会有扔的东西，但是你比如说，他有些是扔那个小孩的东西，小孩的衣服，他会干洗过，然后叠得整整齐齐摆放着，谁家孩子多，谁家可以用啊。还有一个就是去你去那个 CVS 啊，或 CVV 啊，或者是超市啊，它这个外面会放那种。让你捐赠衣服的那个箱子，你就可以把你自己不用的衣服、淘汰的衣服，可以把它捐赠出来。然后他一个礼拜会有车把这个东西给运走，然后这就是做慈善，也不需要通过自己的所在的单位啊、自己工作的单位啊、自己学习的学校啊，不需要，就是自觉的到社会上去捐赠的东西。因为它这个私营的企业比较发达嘛，私营企业，你像它国企，就像美国邮政，这是它的国企，有些其他的是一些国企，但是，其他的都是，重大的，你像微软呀，像苹果呀，Facebook 呀。像这谷歌啊，这些都是私企，都是私营企业，都是这种公司，所以他们就是创造了大量财富以后，他就会还与民吧，还与民。美国实际上他在做的是一种什么？就是说，在外面是霸权，在国内的话，他对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，全世界的移民，还都是另外一副面孔。就是有网友说，我能见到警察，对我微笑，我能见到路上的陌生人，就是 say hello，打招呼，我能见到上班的时候，我能见到老板很客气的给我，讲话，所以我就是很享受这一种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幸福吧，在美国。就像这种大的松树一样，我们就要在这里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。好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会及时回复大家。这是向东在加州的太浩湖给您带来的报道，我会持续关注美国的这方面的生活，旺来西东。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能够架起这种，中美贸易友好的桥梁，也弘扬中华的文化到世界的各地去，有机会去环游世界，走遍美国。拜拜。